风起笔向下，由轻到重。右边这个书画要细，这边怎么样？去从粗细的对比。这右上方带，这个是向下略有弧形，下面这部分略要写的窄一点，向上带。又不像龟连带，这两个横画嘴形的，尽量也要向上靠，这个要相对要窄一点，外边的部分要粗，里面的部分要细，要轻重对比变化。这个嘴向左，然后再向这边过来，大笔由轻到重，用缓捺，这个不适合写成正捺，稍微顿一下手笔，或者是说把这个对完之后向左带也可以，它有轻到重这个形态，下来之后向左与这个笔画笔断一连。过来之后再写捺笔，左右要高低要变化。锁第一个笔画长横要突出，右方轻入笔稍顿向右上方斜行笔，收笔的地方也要顿一下收笔，或者是发向左下方带出风。这都可以，不管哪一种方法，我们要学会掌握它，运用它。向上带，虽然没有出现连带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笔意。那我们看这个最后这个笔画，我们也可以写成竖画，有轻到重的画，也可以写成竖勾或者是向下，不管哪一种都可以，与高低的错位，这是断的，这是连的，有连有断这样子。